板桥开到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开五十分钟哎。他导航一下吗？对，因为我我今天就是帮他导航，好险有他。他还到不了，他还到不了，他还到不了。你绝对相信他还到不了。我每一天都很努力，我今天只是上衣服的时间。但是我还是让义夫迟到了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们今天只好素颜以对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还是化一下。还是可以化，化一化真的。义夫哥有在化妆的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那么急，怕你们赶下一个活动了。不会，不会啦。我手机是不是丢在车上？你看看，我就说我真的只是他的司机。他没有在，在在在先生。他如果手机说啊，怎么了？我说是，我马上去的。你少来了，不晓得每天谁跟我借那个移动电源。对。那我们年龄差很多，我要以上哦跟大家提醒。怕有人以为我们是兄妹，不是哦，我们是妇女。妇女，哎，对，你讲兄妹，我觉得有点过分。我跟王一川可以是兄妹。你们有吃早餐吗？跟你讲，一夫哥吃了，然后你看。可以可以，现在节目上欢迎可以吃。可以可以，我很努力。我买了早餐，那你就当中餐。早餐，哎，我本来就在想啊。你太随了。好。人家很好奇说，哎，那你常在义夫哥，你在路上都在聊什么？大部分都在聊路。路什么意思？怎么走？那到内湖要怎么走？到哪里怎么走？对，到哪里怎么走？对，这就是厉害的地方。我每次从内湖回板桥，从他家到同一个地点，他每天可以走不同的路，然后每天都会。然后从内湖到板桥，然后义夫哥就会说：“怎么往那边开？”这个太离谱了，他可以每天走不一样。你走民权呢？可以走民权，过民权大桥直走，为什么要左转？我穿义夫哥你自己拍。五、四、三。得罪一个主持人，为什么你得罪？你就不能安静一点？哎，你倒着拍，这样我们腿就很长。哦，是啊，对，上衣裤的超长的。但我们又没有他长，那我要垫脚，是不是？很好，很好。